前段时间适逢中秋佳节，在拍或杀青的剧组不约而同献上节日惊喜。从狐妖的幻觉风云就能看出，业内此时对他已是软封杀了。但有意思在于，他的账号并没有像之前那些艺人一样直接被封了，这使得他主演剧能不能播出，反倒成为了舆论看点。所以青城一清欢时隔数月再营业，评论才会两极分化。 特别是角色还耗费了太多的精力，像《青簪行》拍摄时长足8月。对于杨紫而言，黄子霞这个人物是她演艺史上很是重要的挑战。拍摄周期较长，黄子霞不同于以往角色，跨越杨紫舒适圈。长相思杀青的时候，在工作室视频里拍摄6个月。其实长相思还算不上杨紫近年来带组最长的。 黄子霞的工作强度对于她而言才是高的，有演艺经验且能力不错的人。而在黄子霞时期，与她有最多对手戏的男主是出了名的演技差。在拍摄周期比较长的情况下，黄子霞这个怀着复仇目的，在采访时她就直言这个人物是跳出了她的舒适圈。以往的活泼少女是要高调有多高调，可心有秘密的黄子霞不是。 不擅长与人交流，甚至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，是有些社交恐惧症的。这人物区别于杨紫本人的性格，也区别于她的代表作品。杨紫因环境特殊，所做出来的小聪明都花上了，重头戏太紧张，提前背词以防万一，最终成功被全场夸耀。除开人设特别外，黄子霞对杨紫另外重要的难关在于，她拿到手的剧本里角色台词实在是多。 作为这群戏里的看点，面对全是字的纸张，杨紫耍了个小聪明，在因为疫情剧组无法拍摄的那段时间里，提前将词都背下来了。不知情的导演还夸耀她的记性真好，殊不知这算是作为专业演员的一个小心机。可也有水逆的时候，黄子霞这样能证明她进步的角色，竟然原片无缘播出。